朋友，前天晚上我们去长岛，因为长友接理拍卖。对，今天他又来买了很多东西了，所以就是以长养长，以长养长，反正也卖了很多，以长养长。那这一颗连卡拉多，连卡拉20几，本来他要4000多的，他现在因为今天要跟我们买了很多东西，所以就是以长养长，就是要减点价，3800啊。两卡拉多的，准备做个证书，反正做证书没问题的，这个对，反正两卡拉多，好歹也是两卡拉多啊，对，然后这个14K4.7克红宝钻石550，这些都是差不多是金戒而已啦，这个就对590，14K6.8克590。你做这个座子都不止590了，因为他要买了很多，所以就是要一减再减。本来这个他想要990，现在就是780，14K5.5克，蓝宝超过1卡拉50，这个座子都不少钱的。但知道这个对这个价钱要调整了啊。6号半18K 6.8克，680。那这些一看就是品牌的味道的，OK，这个质量很高的。那这个价钱也调整了，因为它，1380，14K8.5克，钻石有3卡拉，你看这个款式也是非常好的，很时尚。1380，价钱都有调整了。这个，本来490，现在450了，450。红宝石3.6克，红宝石钻石都有调整了啊。本来这个1500，现在就1300了，1300。14K12克，你看钻石有3卡拉，然后红。Sapphire 系列了，Sapphire 系列，漂亮。然后这个5号 size，这个是 Eternity，没办法改的，590，钻石1卡拉多，Eternity Ring。那这个价钱都有调整了，790，14K 3.3克，这个有。七八十分，780，那这个690，14K，690，一个790，一个690，价钱有调整了，对。然后这个其实很 delicate，很精致的，可爱。499也调整了，本来500多，2.7克。你看，光买这个座子都要700-800的，钻石很亮很多，中间一个小绿宝，delicate。这个白钻跟 orange 钻，其实这些市场都要过千的，现在才520，10K。那这个也有品牌的味道。这个也不能改 size 的，8.5号18K 5.9，这个850呗，你看一看就是有品牌的那种味道的，那它里面有写，反正不是一线的品牌了，二三线，哎，有品牌的，low 什么 something，OK，一看就是品牌的，就是还是不是很著名的品牌。575，18K，4.3克，575很好借钱的红宝，这个也是 Eternity 也不能改的，8号，那这个也是有品牌的，OK。
那品牌它有大牌跟小牌嘛 ，Little May 也是一个小品牌呀，就是七八线、十二线的，就是大品牌就不是很大的品牌，可是它这些独立的设计师也是很有味道的，这个才650，5.5克，红蓝绿宝钻石，哇，才650而已，超值，这些都很有味道的。调整了，谢谢，调整，对，这个是70分左右，本来1500，现在1300 ，OK， 18K， 8.8克，大概一个月左右，一个意大利工 ，OK， 好，到了送给你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哦，这里还有一颗钻石，反正以长养长最好了，这个都有那个嘛，啊。这个就才700块，4.3克，要调整过了，本来他要那三个一起给大家拼一拼，哎呦，看看喜欢哪一个，都是不到1000块的，不用1000块。然后这个499，14K 钻石有1卡拉。那再来这个5900，其实是，那这里钻石超过10卡拉，钻石超过一对耳环跟一个 pendant， OK， 那就是手链，45克18K， 钻石是超过10卡拉，应该差不多15卡拉，因为我估计，因为它面积很大。18K 就这两颗珍珠就不是真的珍珠 ，mother pearl，OK，、okay, 一套5900，那这些很 delicate， 就设计非常好，而且红宝下面是两颗红宝，钻石什么都很多 ，OK， 这个很超值，他买来，很贵的，差不多20000块，现在是才5900。今天这个手套又戴错了，不好意思。然后再来这个18K 5.9克，本来1180，现在他说1080，刘雪红1080，刘雪红也很大气的。 OK， 再来这一套，那这个是地狱金戒了， 14K 很大，非常大的Angel Skin， 2900块，38克，2900，你看，这个哪里都买不到了，那，因为金戒已经涨了很多，然后它还是老戒钱，链子也是14K。链子也是14K， 对，2999，真的超值。Angel Skin Pink， 好的，大家对这些有兴趣的朋友们，就请订阅频道加微信了啊，一讲再讲了。订阅频道加微信。那今天 Jason 在这里，他也是在这里也挑了一大堆，喜欢买东西的朋友永远停不了的。